三姑，跳不起来。我要问事啊，问事问事。最近那个先卖讲话，即马开始带我行。哦，拍谁拍谁？有问题。跟在我们身边的那个狗狗突然加入的都是那种野狗或大狗，怎么会跟加入一只贵宾狗？对，加入一只贵宾狗是怎样？是我们的零花钱。好的。今天秘境猎人又要带你们去哪里呢？然后呢，先介绍一下两个重金礼聘的嘉宾。哇，这个是 IG 非常火红的健身女神珊珊，金碧辉煌的人。对，你今天为什么穿的那么的灰平沟？这是你的新商品，对不对？对，很 sharp 哎，有点很有气势。今天呢，就要来拍她的那个新的商品。然后呢，这位是知名旅游作家米卡本人。大家好。打给后，打给后，好好。然后呢，今天他们两个给我一个非常难的题目，就是，因为他们带了摄影的设备，然后还有带一些Lily Coco，所以呢，要我带他们到一个五分钟就能到达，然后又要漂亮，又不能涉水，不能涉水啊，又要到的瀑布，瀑布，会不会有点困难？艰难的，有一点难，可是对他来说好像有点简单，接受挑战吗？我觉得对秘境猎人来说好像可以达到，但是要求有点太过多，就是几个小条件小条件，小条件，这算小条件，小小条件就是这个任务才有去达成的价值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真的带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好不好？我们只要走五分钟路程就到达了。什么？两分钟，比邻瀑布到了。拍照，这边非常适合拍业配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对，这边怎样？这边超适合拍所有商品照的，没错，又漂亮又安全又方便，然后超好到啊！还有一个平台，等一下这里就是我们的，还有沙发座 ，stand by 的位置，沙发座，这是导演椅，导演椅，好，对对对，然后就看哈，好，OK OK， 这边这样子，好，这里太方便了，而且这个溪水又非常清澈，这里就是瀑布本人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 walk 工作了。walk 现在直击网红的日常哦。业配拍照。侧身。好的，现在我被逼迫要拍他的业配商品，然后穿的这么金碧辉煌的样子。好了，今天。对，等一下要那个做生鱼片给大家吃，然后这有点猎人今天有点沦陷的，是什么风格？赏金猎人，你在这里吗？啊哈哈哈哈！那我在这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边大概拍完照了，然后呢，我们想要到那边去看看，我会救你一把的。对，应该还行啦，还行啦。啊，然后我们通常会背的装备。重装。也是因为现在比较轻，就比较容易被水带走。超滑。很滑是不是？很滑。哎，我们走，只有看那边。靠自己哦，不错哦。好，我们到比邻瀑布了。超简单，就过个河就到了。然后走两分钟的路到那个河床那边，再过一下溪。所以总共total从我们停车的地方走过来大概是四分钟。今天任务算是圆满。圆满成功，你们应该都拍好了吧？对，有拍完美吗 ？OK 哦，然后美。然后又有瀑布，又美，然后又方便，对，然后又刚好今天下雨之前完成任务， yeah， 好，看瀑布吧。今天有
城真是比邻瀑布的超懒人秘境，超好到达，然后又很漂亮，又很好拍，很适合在溪边消消暑、玩玩水，很安全的地方。拜拜。好，结束了这次非常懒人秘境的比邻瀑布，来，你们有什么感想吗？觉得这边怎么样？小黑蚊，小黑蚊很多。哦，对对对，来这边，大家来记得还要带防蚊液。防蚊液，小黑蚊真的超多，多。我们身上一点一点的这样，几十个。但是除了小黑蚊之外，我觉得这些非常棒的地方，太好到了，就是很chill，嗯，对，漂亮，男女老少都可以，安全方便，而且那么方便的地方，轻松，也没人。对对对，然后又没有什么人，哎，下坡还有楼梯，所以。没错，好走，就是可以在溪边野餐啊，对，玩玩水，对，来清水这样子啊，啊，对，小黑蚊，对，带蚊帐，就是记得要带防蚊液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哦，拜拜，拜拜。